少し歩き疲れたんだ少し歩き疲れたんだ好きな目の表現だけど人生とかいう長い道を少し休みたいんだ少し休みたいんだけど時間は刻々残酷と私を引っ張ってくんだ是木子小花留学工作室的小花老师，今天呢，我们来到了那个大原日本语学院来进行拜访，今天采访我们沈老师，沈老师，同学们你好，那个，同学们可能不清楚哈，就是大原的话，除了日本语学院之外，其实它是一个规模非常大的，教育集团，包括专门学校有很多，然后，这方面的话，沈老师帮我们简单去介绍一下。学校法人大原学院的话，它是一个就是组织非常大的集团，大概从北边的北海道一直到冲绳的话，就是都有学校就对了。对，大家也许可以上网稍微搜寻一下，幼稚园也有，高中也有，对。然后现在像他们讲预备校，日本讲预备校的话，就是你在就是要有点像补习班的意思，这也有，然后直到专门学校，在日本啊，也许在国内大原日本语学院还不是那么有名，但是只要你来到日本讲大原专门学校的话，所以他们就是专门学校的第一品牌首选。对，那大原日本语学院呢，就是学校法人大原学院里面下面的一个集团。对，好的，那现在大原语言学校的话，大概一共有多少学生呢？现在的话定员是420人。420人，那中国学生占多少？中国学生大概占45%-1%左右。对，因为我了解到大原的这个学费蛮便宜的，刚刚也说到其实有两个课程，对，可以稍微介绍一下。一般的语言课程的话，升学语言课程的话，大概是67万，就是一年的部分啊，里面包含了20000块的选考料，就是报名费，还有50000块的入学金的部分。那真正的学费就是授业料的部分呢，就是60万。那另外一个课程叫做准备教育课程啊，也许对中国同学的来讲不是那么的普遍，因为一般来说到高中毕业或者是中专毕业的话，通常都会有12年的学历啊。那如果因为一些地域的不同，然后如果你的学历只有11年的话，这时候你又想来日本留学，然后只有考大学，你会遇到一点点困难，就是因为你的学历最多只有11年。那在日本的话，升大学的话，一般来说都要12年，是对比较普遍的。所以这时候你可以进准备教育课程，然后把这一年的补满之后呢，在日本政府教育部他就认定对你有12年的基本的教育，对你就可以升大学。在正常的话，语言学校课程是不算学历的，但是如果是进入准备教育课程的话，它也是算学历的。这一点是非常特别，我觉得挺好的一个优势。对，如果是普通的学生的话，他也可以进入准备教育课程啊。如果他已经有12年的。这没有办法对，因为主要就是准备教育课程主要是开给譬如说像就是真的是英式的，像菲律宾，对，他们就只有大概十年或11年，或者是蒙古的同学，他们大概就是11年的这种教育，还有那个缅甸的同学，他们自己的国内的教育的话真的只有10年-11年，主要是为了他们，日本政府主要是为了他们设立的。像中国有些东北的地方，它也不是那样的，就是小学5年，3年，对，这样正好小学小了一点，偶尔看到这样的情况。这样子的情况也是，在申请的那，主要在如果是小学5年，现在还是有这样的情况嘛？这种情况的同学，你可能要请小学开一个相关的证明，对，的确这个小学的学制就是5年。或者有些同学是跳级等等，这个如果有相关的证明的话，这部分还好。对，主要是卡在高中教育的这一块。对，主要是卡在高中教育不足的这一块。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成绩了。对，稍微提一下吧，那个到今年8月份没有搬新校舍了，现在的话是我们在一个算是临时的校舍里面，然后8月份开始我去新校舍。对，看看。
教授呢是有十层的一个。对，因为学校法人的关系，在这个入馆规定呢，他必须一定要有自己的校舍，自己的土地，自己的建物。所以现在今年八月份的时候，学校会搬到船爵，江户川区的船爵，那大概有十层楼的部分，然后里面土地建物都是自己的，那里面有自习室、电脑教室，还有同学就是休息的空间都有的。嗯，这个会很大哎，对，如果是十楼的一整个都是自己的。对对对，因为定员目前不是特别多，然后就绰绰有余，感觉用一半就差不多了，就很漂亮啊。那宿舍的话，是会换新宿舍吗？就是比如说现在的学校是在这边，宿舍是在哪边？大概十几分钟、二十分钟就到了。现在我们的学校啊，因为我们的学校没有自己盖的宿舍，大概就是一些体系宿舍跟签约的一些 share house 等等的啊。那现在主要会在小岩和新小岩的附近，之前的校舍和现在的水道桥都是总武线上会比较多。那现在搬到船爵之后呢，目前呢因为已经有在合作了，对，就是譬如说在船爵的附近大概走路15分钟，对，就会到个像阿帕朵，就是公寓式的，对，医疗的部分。那或者是你喜欢就是跟几个人一起，然后的 share house 部分现在也有在接洽。就是小岩新小岩这边暂时还是不会变化啊，不会变化，新的，对，会有新的，对，好的。然后每一年在留合格左右嘛，学校会发来一些资料，上面会有宿舍的介绍，到时候可能会有新家。对对对，然后那我们说一说学费，说完了，但是啊，对，咱们的学费的话，除了便宜是一个优势以外，还可以半年付啊。是的，就是对对对，前半年就是37万，后半年你就付30万就可以了。这一点非常非常好。就是很多学校的话，不但学费比咱这贵，而且第一首次必须半年，一年付。学校法人，我们不是盈利单位。啊我举个例子，比如说七月生，他现在付了半年，对，来了以后还剩3个月就到4月了。是，如果他已经3个月吗？对对对，如果他那时候，比如说大学院已经考上，或者是大学已经考上了，拿到入学许可书，我们是凭入学许可书，他就是3月确定会离开学语言学校的话，他就再付15万就可以了，对不对？学校的部分也有开相关的，因为同学如果要来考大学的话，我会有 EJU 的这个留学生的试验嘛，那里面的基础科目文化课的部分学校也会有开，像数学文科的话，文科理科数学，然后物理化学英文等等。对，如果是同学觉得外面的日本的书太贵的话，要来学校上课也是没有问题。这个基本上大概时间的话，我看到是在这个设置的这个地方，还在早上的部分。对，在早上9点到12点左右。对，然后周一是数学物理，周二是综合科目数学二，大概综合科目一周有2次的样子。对，这样。然后半就是一年嘛，将近一年的时间，只有50000日元的，就单科综合科目50000日元，数学50000日元。对，大概可以分别报。对对，每一年会有一点点的调整，但大概平均起来是这个价钱。对，相对私塾来说便宜很多，然后我主要是有不用通勤啊。对，都在学校里面。对，然后刚刚那个沈老师有提到，初级班是在上午嘛，然后这个课也在上午，所以说就比较适合有日语基础的孩子，比如说你上午上这个文化课，下午开始学日语，因为都是日本老师在讲课，所以如果日语不好的话可能会听不懂，所以是这样的课程。对，是这样子的安排。其他还有什么想要特别补充的吗，沈老师？另外就是大原的部分，因为我们事务局的老师大概现在的话就是会个别的语言，就是当然中文就是否中国的同学不用说，那因为我们现在越南的同学其实现在来日本留学的也蛮多的，对，大概占了我们学校30%左右的都是越南的同学，那其他的国家的同学还有像那个
印尼、印度、嗯，对，还有就是蒙古的同学，然后柬埔寨的同学，嗯，东南亚同学其实非常的多，嗯，然后韩国同学也有，那就是俄罗斯和那个法国同学，嗯，也有。所以如果想跟很多国家同学就是结交朋友的话，也欢迎来我们学校。嗯，还有其他的吗？